一群病毒正在人体享受他们的大餐。这画风很熟悉啊，很像以撒的结合。此时出现了一个黑影。病毒被消灭了，就这儿，太快了吧！一个炸弹，体内的病毒被消灭了。哦，这是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八海治愈啊，今天来玩一款新的游戏，叫做《治愈者》。正如大家开头这个画面所见呢，这个游戏呢灵感应该来自于以撒的结合吧，所以风格很像以撒的结合啊，但是呢它又有一种吸血鬼幸存者的玩法，以撒的结合加吸血鬼幸存者，但是呢是以治病救人为主题的啊，去人体内打败各种病毒什么的。好，那就开始出诊吧。这是有很多的单子啊，口腔蛀牙、流感、渐冻症，这也能治吗？发炎症、食物中毒。哦，一开始好像我只能选择第一关的啊，感觉到后面这些病好像越来越厉害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最后一关是不是什么癌症呢？我要看一下，什么狂犬疯流病，这也能治？哇塞，心脏病、肺结核、神经错乱、血液疾病、疟疾、呼吸道疾病。哇塞，器官衰竭也能治啊。天花瘟疫、艾滋病也能治。哇，癌症果然是有癌症。丧尸病毒，丧尸病毒。哇，这个病到后面是越来越夸张。埃博拉重症，这什么东西。第一个就是蛀牙，非常简单。女性33岁，长期大量使用甜品且不喜欢口腔清洁，导致口腔内部出现大面积的牙齿损坏等问题。好吧，给你治一治啊。免疫卫兵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选择角色啊，这是后面的才能解锁吧，一开始只能选择这个最初始的免疫细胞，这不是白细胞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，这免疫细胞怎么这么恶心的呀？我的天哪，这什么可怕呀，这个免疫细胞比病毒还可怕。开始治疗。 What? 等一下，这个 BGM 啊，怎么会有这个 BGM 的？不是，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什么时候放了这个音乐了，这个尘封的记忆又开始了。这是嘴巴吗？怎么只有下排牙啊？它上排牙是被拔掉了吗？没有了，这边是可以走的。哦，哎呦，来吧，这病毒吗？这病毒是真的好难，好难看呀。哦，升级了，升级什么呢？防御力、移动速度，选择这个啊，先保命再说。哇，这是牙齿吗？蛀掉的牙齿，好恶心啊。这是，哦，这是可以打掉的。这牙齿居然还是个巢穴。哦，升级了，获得一个神经元体有什么用啊？小财迷，提升攻击力，击杀恢复生命值。哎，这个可以啊，生命值很重要。看看这里有什么病毒。旋转飞刀，苍蝇宝宝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可以帮我自动攻击的吗？我看看啊。哦，有个小苍蝇。那苍蝇就是我的宠物吗？哦，还可以切换武器，但是我这边只有一个武器。哇哇哇哇，苍蝇厉害。哇塞，苍蝇的攻速好快啊，我觉得用苍蝇攻击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苍蝇厉害啊。可以啊，弹药箱，增加技能数量，选择这个啊。走下一关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商店。哦，左上角这个是我的钱呢，没钱买，算了，不买了。继续走。这牙齿的病毒，哇塞，牙齿病毒怎么这么多啊？小苍蝇加油啊，全靠你了，本体根本就不需要打。哦，苍蝇干得好。中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能下去吗？哦，哟，怎么中间还有个孔啊？哦，这是上去的。哦，电梯，那我再下去，去其他地方看看。去这里。哟，能不能多来几只苍蝇啊？就这么一只苍蝇，苍蝇很累的。大便宝宝，免疫火属性啊。
哦，这个感觉可以啊，火属性，选择这个吧，将来肯定会有什么火焰的病菌。菜刀宝宝，这是一个新的什么宠物吗？哦，哇，来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这不还有红细胞啊？这个哦，红细胞还是回血的吗？血满了，这个红细胞就吃不了了。这免疫细胞凶起来，连自己人都吃啊啊！哦，右上角这个地方是个 BOSS 关吗？往这些地方走。哦，这是商店。走，打 BOSS 了。哦，糖果 BOSS， 贪婪大蛀虫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哇，吃糖啊！哇，吃糖变得这么大，真够恶心的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三人齐心协力，来吧！哈哈，伤不了我。哇塞哇塞哇塞，还好我的苍蝇宝宝打不死，嘿嘿，我两个宠物是打不死的。转圈圈就好了嘛。哎，嘿嘿，不堪一击啊！好了，快没了，受死吧你！哇，没了，完成治疗了，直接打 BOSS 就好了嘛，完全不要打那些小怪的啊，没必要。诊断用了3分39秒，哦，返回，这算是治疗好了吧？以后要勤刷牙呀，嗯。第二关是流感，由于季节更替，气温变化导致病毒活跃出现。感染免疫力低下者容易引发流感，来吧，帮你治治。病从口入啊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嘴巴开始进去的啊。走，我能不能直接去打 BOSS 呀？哎，按照我之前的那个苍蝇宝宝什么的啊都没有了。哇，这什么病毒啊？太多了吧这个？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哟，升级了哦，这么快升级了？暂时性无敌，暂时性无敌。嗨，用这个好一点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又开始升级了啊？嗯，选择什么呢？防御力，提升射速频率，来这个吧。攻速好啊。哎，怎么又升级了？无视障碍且移动速度提升，选择移动速度吧。无视障碍的啊，到处跑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大便宝宝，我很好奇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选一个大便，大便杀手。哦，直接冲刺啊！哦哦哦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又升级了，苍蝇宝宝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喜欢苍蝇宝宝，来吧，苍蝇宝宝！哎，完成！哎，但是我走的这个路好像不太对啊，这个路好像只有一条啊，走不出去了，只能回去。往哪走呢？上面是 BOSS 哎，往下走吧，先升级一下。哟，这是哪里啊？生成一个环绕四周的细胞球，来吧，这个好啊，全自动武器就是爽。我感觉这一关好像有点难啊，哇塞，这能打得过吗？上面还能走吗？上面走不了了，走走这边。哦呦，来了来了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中间这个什么球啊？这肿瘤吗？哇，它不仅还流感，还得了肿瘤，可怕啊！我这个免疫细胞的子弹还有数量呢，这左上角是正在攒了多少发子弹，总共是 10发子弹，然后用完10发之后就没了，我还得攒啊，这太烂了吧，这个免疫细胞提升伤害，这还不如我的宠物呢啊，纳米蜘蛛，哦，新的宠物，哈哈，哦，这纳米蜘蛛好像吸附在这个病毒身上就变成了自己人，哎，哈，这个可以，纳米蜘蛛厉害，感觉这些鹿儿都没的地方可以走了，直接去 BOSS 吧，我觉得我的战斗力应该是可以直接打 BOSS 了。哟，感冒急先锋，来吧我的宠物们，上绕圈打就好了，只要跑得够快它是伤害不了我的，哈哈，你看你看，根本就不可能的嘛，释放技能，这释放技能也就是把自己所有的10发子弹全部一次性快速射出啊，啊，这什么技能啊，哎，这我这个纳米蜘蛛就没有用了吗？不能控制它啊，哎呀，纳米蜘蛛也不能控制 BOSS 呀，看来还是比较小型啊，大型纳米蜘蛛才可以啊，
哈哈，大便宝宝，大便杀手，给他使使，让他尝尝你的味道。绕圈打，好了，消灭了。啊，消灭了啊！怎么还给我一个技能升级啊？没结束吗？哎，哦，能有两个 boss 吗？我怀疑是有两个 boss 哎，我打了这个 boss 居然没结束，这是哪里啊？没地方可以走啊！哟，还有啊，居然还有啊！好像是可以重置耶，花50块钱可以重置一下。哦，增加技能的大小，攻击附带火属性，哇、哦，这个可以，攻击附带火属性可以啊，是指我攻击附带火属性吗？宠物没有的是吧？哎，那这有什么用啊 ？Boss 我看到了，在下面，右上角的地图，红色的就是 Boss， 往下走。哦呦哦呦，这怎么还有个爱心啊？第一次爱心。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好基友，好基友是什么？复制另一个我吗？哦，又是新的宠物啊！哦，宠物好多啊！但是你有什么用呢？哦，这个第四不能碰哎，碰了我会扣血。这个幽灵有什么用啊？给我展示一下你的本领啊！喂，你不会就跟着我的吧？他不会就是纯纯基友吧？就是没什么任何作用的。哎呀，那要这个基友有什么用啊？看看下面的门有没有开啊？下面有门的。哦 ，boss 关都会有一个商店呢啊，生物脑机买个看看吧啊，有钱，有的是钱哦。生物脑机就是升级啊，小乞丐，这应该又是一个宠物，要吧，要它。哇，宠物好多啊，好啊，这是我的大军，直接找 boss 去。哦，新的 boss， 流感超新星，这一关应该有两个 boss 吧？打完之后这个病应该就治好了啊。哎，他倒是移动啊，这个 boss 不移动的吗？就站着让我打呀。哦，他开始移动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走动的呢。哦，就这儿，嗯，会放小怪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有我的纳米蜘蛛，直接控制你，对我就没有任何威胁了。来吧，纳米蜘蛛，纳米蜘蛛上啊，靠你。果然，这个火属性攻击呢，只有我攻击才附带火属性呢。我的这些宠物攻击没有用啊，不堪一击的啊，小意思。最初始的这个免疫细胞也是可以的，我觉得免疫细胞并没有多大的作用，好像只是个换皮吧，换个皮肤而已。最重要的就是场上的一些道具，我的一些宠物们，我的小帮手。哟，哦，有两只蚊子吗？或者说随机获得一种道具？随机吧。看看获得什么，有什么东西吗？随机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刚那个是什么啊？啊，算了，管他呢。不管怎么样，已经治完了，花了5分钟。哇，渐冻症，受到某种罕见可以大幅降低人体体温病毒的攻击。哦，新的武器，哦，有新的武器了，气泡核心，撞到敌人会爆炸。这样的话，我有两种武器了啊。渐冻症，所以说渐冻症的人体是冰窟窿，那里面的怪物行动是不是也很缓慢呀？哦，我会冰冻住，好像这个气泡太慢了吧，感觉没有战斗力啊。毒伤所有敌人，攻击附带出血属性，毒伤吧。没有宠物的吗？没有宠物很难打呀，居然没有宠物，我这点破武器直接打 boss 吗？能打得赢吗？感觉打不赢啊。往下走就是打 boss 了，来吧，直接上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没事，跟你耗。哇塞，他子弹射得好快啊，他这样无法靠近他呀。哇塞，哇哇哇，来吧来吧，他这个子弹也可以被我的气泡给打中。哎哎呦，我怎么走他又怎么走，我往上他就往上。不过这个 boss 好像也是可以打的，没有宠物也是可以打的啊。死掉了，继续继续。运气不够好，运气好一点就可以找到宠物了。这一次尽可能的去找一下宠物吧。哦，爆丸小子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个可以啊，炸弹，我
我喜欢炸弹。没有其他宠物的吗？这运气太不好了吧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有 boss 在的话，我只要躲避他的技能应该就可以了。用我的宠物去打他，这个炸弹小子应该也可以的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传送门吗？哦，这什么？哇塞，隐藏关吗？这个怎么一片漆黑啊？刷新卡牌，这个好，刷新一下。哦，我的蚊子来啦！我就喜欢蚊子，嘿嘿，蚊子宝宝虽然说比较吵，但是呢，攻击速度快啊。这一次 boss 应该是可以打得了了。哦，这个蚊子攻击力还不一样哎，变成了针嘴。好，出去。这个不会就是让我纯升级的吧？那既然如此，我觉得可以打 boss 了啊。虽然说只有两个宠物，但是应该是能可以打得过的吧。来喽，上啊上上上，这不太行啊，炸弹小子炸不到他呀，这蚊子也不太行啊，蚊子必须我靠近才有用吗？哦呦，再打一下，我快没命了，加油啊，全靠炸弹小子了，靠你了，加油，炸弹小子就靠你了，炸死他。炸不到他的吗？哦吼吼耶，第二个 boss 在右边，但是我这点血量我出去可能会被打吧，小心点，赶紧走。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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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体型缩小一半，体型缩小吧，小一点，体型小就不容易打到。怎么这里又有一个这个东西啊？有就直接进空中飞行，又是什么？哦，就这儿，就这儿啊，这有什么用吗？好像终于有一个小宠物了。哟，来一个，哈哈，现在有三个了，终于是可以了吗？啊，终于有一战 boss 的力量了吗？那就直接去 boss 吧。这第二个是什么 boss 呢？哦哟，来来来，上！哇哇哇！好快啊，哇塞，绕圈圈，哎，这比上一个 boss 要简单一点，这个还可以啊，只要我跑得快，走位蛇皮一点，他就打不到我。哇哇哇啊，什么情况？哈哈，看我这一把运气真不错，一下子多了好几个宠物，哈哈，当前宠物数量翻倍，哇塞，哇塞，哦，这下更多了，真的是上一把运气太差了啊！这次我觉得我可以直接去单挑 boss， 上边和右边我都去过了，只有下边没去过。走，来吧，上！哇，一下子就没了哈，提升暴击几率，大力丸，小的们给我上！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了啊！哇，又来！击杀一个敌人就会诞生一只蚊虫哦，这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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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出现一只蚊虫了，两只了！哇，怎么这么小啊？这也太小了吧！哦，也就是说敌人越多，蚊虫的数量也就越多了。那这一把很爽啊，这一把，但是很吵，不过没有关系啊。哦哦，这边有了，来来来，去这边。击杀更多的怪，我就有更多的蚊子了。哇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哈，好多蚊子啊，吵死了。哎，我突然发现这个蚊子怎么只剩下一个了，这蚊子难道是有时间限制的吗？那蚊子数量怎么会减少啊？啊切，我还以为会永久存在呢。买点东西吗？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。血量不需要，换一个，不需要，算了，没什么可以买的，根本就不需要买。走，来吧。哦，又是你啊，好，行，来吧，上，直接上，我看你能撑多久。上上上，还你们那一半的人在干嘛呢？上啊，打他呀，群殴他，都给我上。哦，好快呀，
啊哈，这边好像又是一个小宠物哎，来一个。哇，宠物大军，走，往下走。新的地方，啊，怎么隔壁就是 boss 啊？哎，隔壁就是 boss 哎，右上角的地图。虽然说我现在应该有实力打 boss 了，但是好像有很多路可以走啊。去其他地方看看，尽可能升级一下吧。哇，出 bug 了。什么 bug 呢？这个地方我出不去了，往上走会自动往回走，这是个什么情况啊？宠物太多挡住我了吗？这什么情况啊？哇，不是吧，哇，我出不去了。哎呦，出来了出来了。哎呦，这个东西挡在路口啊。冲冲冲，小的们，重新刷一下，再刷一下，空中飞行。哦，这个移速更快，那我就不怕第二个 boss 了。来吧，打 boss 就是你。现在我有好多的宠物啊，再加上我的筋斗云，你根本追不上我的啊。哎，不堪一击啊。来来来，转圈转圈，挥刀转圈，开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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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就要开始挥刀转圈了，我就死在他这一招手下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哎，追呀追呀，你追得上我吗？哦，追不上追不上追不上，哈哈，死了。哇，爽，这个很爽啊。下一关 boss 看到了，我觉得我可以直接去打 boss，根本就不需要打什么小兵。害虫联盟，召唤一堆苍蝇和一堆蚊虫，召唤蚊子看看吧。哇，哦，真的很多。哦，哇，这蚊子太多了吧。走，找 boss 去。哇，哦，这什么女王吗？哦，上上上上上。哎，我的蚊子呢？哎，这个蚊子在 boss 关不能用的呀。哎呀，那么浪费了吗？不过没有关系啊，这个女王呢也是不堪一击的。哦呦呦呦，好快好快，哇，这个什么射速啊。哦呦哦呦哦呦，什么情况啊，哎，什么情况啊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皮糙肉厚，打不死我的。哈哈，上，小的们。哇，我要是每一关都有这样的宠物啊，那岂不是无敌了。哎，但是已经结束了啊，诊断完毕。哦，新的武器，我有新的武器了。诊断报告，花了9分钟啊，这次用时比较长啊。好了呢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啊，咱们就先玩前3关，第四关的话下次再玩吧，或者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啊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